又嘟嘟嘴呀、啊！老是嘟这个嘴巴，这么难看的，嗯。哦。你这里被咬了。蚊子咬你是吗？嗯，我去看一下阿婆在做什么好吃的啊。平时都是舅舅发视频惹我们，诱惑我们。今天我们可以吃了，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哎呀，做什么好吃的？这是干嘛？卷肉啊。做看好不好吃。做卷肉啊！他去吃那个火锅店，吃那个一块一块切薄。哦，拿来打火锅那个吧。你试看好不好吃？还要冰冻啊？冰冻啊，冰冻才能切。哦，切一块一块。切一块一块薄薄的。你不是要做什么芋头糕吗？芋头糕还没打。还没打呀？嗯。我泡米了。先弄这个，才弄的。先个刀刀。嗯，平时都是看视频哦，今天终于可以吃了。今天买点肉，弄。OK， 现在泡米可以了，泡米然后打成浆了。嗯，好的。哥他们都去哪里玩了哦？哎，睡觉起来你就舒服了啊、哦。哎呦，你还站起来呀？跳舞啊！哎。靠在那里站着呗，还扭屁股啊，有音乐咯，嗯，扭屁股，哦，哪里有音乐？哎呀哎呀，你看看，我想站起来我，你看你看，你都不怕摔跤我哦，啊，阿婆做好吃的啊，我们等阿婆做好吃的。哎，扭屁股，你是学你爸打碟吗？左扭扭，右扭扭啊，二啊，小家伙，大迪，扭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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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大迪，嗯，你打转转，你爸打碟，你打转转，哦，下面有观众吗？嗯，这个小家伙，哎呀。哦，你打碟给阿婆看，快点！你吃这个吗？我想煮点。打哦，打碟给阿婆看，还扭屁股呢。先吃点这个。哦，等一下我煮点面给你。哎，哥哥姐姐过来跟涵涵玩了是吗？你在哪里呢？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？他就在拿这个。哦，有豆奶呀、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的？好像奶茶不？好像奶茶又不像。那上面都写的奶茶嘞。你拿来分呐、啊？好像是拿来分。你拿来分呐、啊？啊？哦。啊，你有钱吗？啊，你还是你要进去坐？又嘟嘴巴。我习惯了。你妈妈在干嘛？乐乐哥，我妈妈在看手机。她看手机呀、啊。我是要买单呀、啊。拿涵涵压在这里买单哦。啊。叫涵压涵涵在这里请你们吃奶茶。嗯、好嘞。好嘞。这小家伙。不踩，快点拿它放好，不给它玩了。等一下，人家买的不好啊！啊，抱到这边去，来去玩那边玩具去。哥哥，你抱得了吗？哦，看一下阿婆的得了吗？芋头糕得了不？哇，好香啊！
好香呀！你要吃芋头干吗？还要等一下。哎，去哪里？没有啊，我说回来，回来看阿婆做芋头糕的。要煮橘子都可以吃了哦。煮橘子都可以吃了。哎呀，好吃的了。好香的芋头糕啊！今天终于可以吃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我想喝。等一下，叔婆去炒汁，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你想喂我弟弟啊？你不会喂的，等你长大些。我长大，我就。嘿嘿嘿，喂，来拉垃圾桶这里来搞的嘛。嗯。他们喜欢喂的，你看长大时捞给他给你。叫你妈妈生个妹妹给你喂。我不想。啊？我喂小孩。你就要喂小孩呢？你乱到这里来了，怎么喂你啊？这娘怎么喂？小玉，你们走开。哎呦，你看你。来。会爬要到处爬，不会爬要担心不会爬。我看你们的，不会喂的。来，给你喂一口，给你喂一口，来。喂一口。哎，给你喂一口。慢点不？嗯。慢点，看他嘴巴来，我不要放那么近嘛啊。嗯。哎，我来哥哥喂你。这个嘴巴。樱桃嘴红嘟嘟的，嘴巴都红完了，是不是？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嗯，天天去我那里就是找我饼干吃。你为什么有垫子不坐，非要坐地板？打地气哦。嗯，他就是地板舒服一点。我也觉得地板舒服一点。是吗？又热又热的哦，地板凉快哦。嗯，我上面就热的。哦，阿婆煮好煮好这个汁子了，可以吃芋头糕了。谁要吃？我要。哇，好香！哎，跟阿婆搞啊！大家一起吃啊，看着就好好吃是吗？哎呦，闻到的好香啊，终于能吃到了。要不然舅舅好坏，你老是吃平的。去上面上班了，去上面了，嗯。去上面上班。小孩，你要吃芋头干吗？你吃不得哟。你慢点，你不能，你不喂他了，你不喂他了，你不喂他了。快点叫妈妈生个女儿出来啦，我生个妹妹啦。我想生个跟你一样的儿子。你想生个跟我一样，那你还要等，还要等好好多年的哦。再等二十多年，二十年，二十年就可以了。他一天看手机说，乐乐从哪里蹦出来的，在哪里，他妈妈肚子出来的，哎呀，这么好玩的呢。好香哦。小孩看到谁吃他都想吃。又粉又香。上次从他那里拿一包。对，那是去街上买的。走嘛。我真的就知道了，切开就香香的了。来，快点，那啥，二哥来，二哥来呀。二哥，二哥不知道去哪去了。小玉，终于吃上了，妈妈。谁叫你妈妈来？叫你爸爸来。终于吃上了。快点，你看像我那么近的那边，我就闻到香，我就过来了。三次都是这样。哎。哈哈。小孩，你不要怕，靠近来哦。谁？你为什么不吃？小玉好挑的，你拿一碗给你，我吃完，那你叫爸爸，拿一碗给你爸爸好不好？啊，那就我吃粥，拿给你爸爸哦，好不好？我都没做汁的，妈妈不喜欢吃哦，快吃的，没汁的，没有汁的可以吃啊，没有给。阿霞，你讨厌。那冰冰给他吃，这个会快吃的，没有吃，没有吃的就会。哎，吃了红嘴巴了你。都吃完粥，哎呦，你大口红啊，没胃口。这么大一个，嘿，没胃口了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开这老娘的面，耶，这就能吃。我记得你芋头干，芋头干好麻烦，方便哦。嗯，方便啊。以前打那个米浆很麻烦，要磨的，没有这个打浆的，都要去人家那里打，不是打是拿石磨，难得哦。现在好方便，那个粗粗的，还有多少个人有那个机器吗？对，现在想吃，就一下做就好了。两分钟的。嗯，
你哥哥。